2020年孩子必备的四大天王 Iron Baby 新品即将进军宝妈的百宝袋，四大组合一个配套，有什么是你不能错过的吗？第一，紫色的包装 Iron Baby Nox Spray， 宝宝跌倒淤青无法表达哪里弄伤，喷在伤口处一分钟内绝对可以减轻宝宝的疼痛。第二个王牌，青色的包装，它是 Iron Baby Soothings， 宝宝脸上红疹，长时间穿纸尿布不通风，屁屁红红，戴口罩上课，哎呀，脸也红红，怎么办呢？长痘痘，这可以解决。Iron Baby Soothings 可以减轻敏感的问题，可以先喷在纸尿片、口罩，然后戴上，就可以减少敏感的问题了。接下来是蓝色美美的包装 ，Iron Baby Hygiene。消毒杀菌玩具、餐具、床等等都没问题，喷在玩具了之后，宝宝放在嘴里是安全的。最后要介绍红色的包装 Iron Baby Sanitizer， 喷在手上细菌全都不见了。想要了解更多，欢迎 PM 去问啊。 Iron Baby 陪伴宝宝范式长大。